这边打得很凶啊。夏洛伊也开始了他最后一发的 PK， 十八被动，这条路线引出来，二十九加速接上，一技能再出发一个爆头，不了，有塔姆先拿到，哎，但塔姆这回一下不好，而且没有传控，伤害也非常高。野区的话，因为没有视野，所以很好抓到对方的人。被进到了，这波再给个大招，这块直接反手铁掉，也是靠轰过来，蓝布给个大招非常的完美，带回来一个人，再扎克直接死在空中了。那这一波打完的话，感觉天路应该解决了。现在这样的话，可能又出现三路桥，但现在毕竟他是哎呦，毕竟这个走位问题有点大吧？哇，这一波又被开到那 SC 的速推的节奏又只是被断档，已经断了三次了，再断档的话就要进入到三十分钟天路的节奏了，还要再留一个。飞机炮也是被击杀，反正这波的话应该是要全停一下了。一分四十秒的大龙的时间，来到一个野区，看到你的中妹就直接开跳过来，一个拉伸也是连打，继续拉回来，由 Zev 拿到了人头。这一波没有会是三个人扛住，而下半区啊上中也在抓一个九九接，就是红温没有闪现，应该是必死，只能原地等死。这时候的下路兵线由队友来处理，那么天路就要势如破竹，直接登上你的下路高地了。但因为你是两波致命失误，直接把自己的大优势全部都控制住了，又开起来抓到对方的一个野火，他们应该是要糟了，拿的速度环境非常的好，而且周的一个队友也在拆着对方的一个门牙。那么三十八分钟天落就要宣布今天的波舞的第一场对决由他们率先拿下，恭喜他们。来了，就是这一波卡住了等级，并且有了一个优势闪双招的一个优势，所以直接拿到了 first 了。要守下上路这个塔，刀妹这个地方没人管，但是没回。想强行留，若是没有闪现的可能要留不住，用一个大招炸也是把他打断了妖姬。哎，妖姬回来了，他这波没办法，他被落追了。是的，那直接回来是被对方击杀到，但是侧面也是脱节了。刀妹九九七这个位置，有三件套更稳定一点，现在有点不累。现在的话，因为塔杀也是，好，欢迎大家来到刀妹。那今天自己看到我们开了，刀妹十彩了，大招再次做，刀妹完全动不了。今天给大家讲解一下这个七阶定南法。啊，这个七阶定南法也被秒了。朋友他使用的，那这个朋友呢，他一开始开到对方的油桶，就是那个油桶，后来呢就这个，他没有人可以保。双 C 区间定南法，掉了自己的队友，而且队友也不敢进场。后来呢？啊，这波刀妹没有回来，只剩一个，哎，他的够回来。那这样天路势如破竹，当前的开展结果是拿到赛点，恭喜他们。那么各位是四。啊，那么四的区间旁边是多少？是三和五，对不对？这里直接过来，那么我们带兵来打过，而且依然没有蓝了。这个动作，九的旁边是多少呢？九的旁边 ，Eve 就在旁边，一发 PK 直接带走。是八和五，你记住，你打的开展结果，你想象成一个圆圈。啊，一二三，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那么啊，零的旁边呢是一和九，拉回来，旁边呢是东北应该是要死了，八和就做一个坚守，这个地方像一样，美女是你，假如说他当前打很全，收割了，这个双 C 战斗力非常的爆炸，啊零二其他一个弱点，开二的时候呢，拿掉不过啊，看六两千血，中北已经赶到了，美女也在旁边，七九开九的时候，像这个小熊不一定是谁的，看谁能抢到，一千血徒手落坚守，他做了一个，啊这个打掉，一直已经过来了，一直在。非常强，配合车计划，直接把对方给打下。而峡谷先锋也是天路拿到的，全都要。啊，我们错，这个一到两过来了，四计划看一下，这个大招中刀了，中刀是错，然后洛应该直接被秒了。我们再而且他要这个位置根本没办法进场，他准确性完全没有机会高。相当于让第三次走，旁边也来了。啊，三七呢？我大高先过抓到他的狗，他一脚三刀一次啊，每一次的开战结果三七为一次。啊，因为大路要开，但大招大招并没有拉到人，一直反应了过来，牛头反手一个连招，连抓到对方的一个后排。今天呢，只能到这里，只能卖掉自己，而女警拿到了女警的人头，拿到他们的这场比赛胜利，那马上就要迎来他们的3-0，并且拿到春季总冠军，恭喜他们，恭喜天路。那我。